又解决了一个大家伙。艾希继续朝着右上。艾希进入了一个尚能运行的地铁，随着地铁缓缓的开动，艾希向着十几塔前进。艾希走出了地铁，他带着箭头前往犹大的所在地实际塔。艾希进入了实际塔，聚集着最尖端科技的场所，现在却已荒废，罪魁祸首就是犹大。
艾希惊讶地发现，这个房间好像与之前的森林似乎一模一样。但是不要紧，只要艾希跟着箭头走，他就一定不会迷路。艾希的面前是一条死路，他跟着箭头离开了这个房间。又是一个熟悉的场景，艾希熟练地绕过障碍，向着出口飞去。
随着升降台的缓缓上升，又出现了一群自己，但是他们仍然不是爱情的对手。
艾希明白，只要跟着箭头走，就一定能找到塔顶的犹大。又上了一层，艾希距离他的目标更近了。